我是露露，爱点我的冰豆哦。台湾新闻故事，依然孤山岛。王阿叔你好。哎，露露啊，是啥物代志，互你遮欢喜啊？我今仔日去动物园，有看到真侪龟呢，有生活伫海底海龟，嘛有伫陆地陆龟，佮有一种钓龟，因伫海底佮陆地拢会当生活哦。露露今仔日去动物园看龟，真奇妙。不过我过两天啊，去看龟佫较特别咯，因为伊拢袂沉袂重哦。那是啥物龟？是生甲足辛苦的龟山岛。龟山岛啊？无唔对哦，露露，龟山岛是伫宜兰外海的一个小岛。我予你看伊的相片，你看是毋是有影改成一只龟嘞？哦，足特别嘞！迄、那个所在敢真正有真侪龟？也是内底藏一只大只龟，有可能哦，因为传说中的龟山岛本地就是一只真正的龟哦。传说伫台湾东部海里有一个海底灵宫，这个灵宫的老大是真火虎性的东海灵王。灵王，阮发现海面上的波浪真无平静，敢若有物件要接近王宫的顶头，而且数量真多呢。过来啊，过来啊！我东海灵宫什么时阵变宜兰夜市啊？大家无代志做，就来说。哼，吴将军、蛇将军，行，跟我来一抓，来看这间是啥人在乱。遵命。吴将军甲蛇将军是灵王上重要的助手。因勇敢，佮有智慧，只要因来斗三工，灵王就会当打败所有的敌人。甲灵王斗三工真济，因为只要麻烦解决啦，灵王的气嘛就消啊。灵王的脾气虽然真歹，但是伊的查某囝加瓦兰公主煞真温柔古锥。不过灵王为着维持东海的和平，定定咧无闲，罕得有时间甲公主斗阵。电脑是灵宫内底将军、士兵，佮一陪公主开讲、佚佗。加瓦兰公主豆豆啊大汉，到要结婚的年岁，灵王想要替公主找一个好红婿。伊认为灵是全天下上高贵的族群，宝贝查某囝爱嫁予灵，才会当得到幸福。但是加瓦兰公主听到因老爸话，煞无同意哦。爸，除了灵以外，这世界上优秀的人还阁真侪啊！这什么？啥人会比咱灵族阁较缘投、阁较有权威、阁较厉害？查某囝，灵族才是上好的啦！爸，我知影灵真好，但是啥物咧？但是咱也毋是孤儿啦，哪有遐侪孤孤僻僻啊？爸，我，就安尼挂停啊啦！你放心。爸爸一定替你找到上好、上缘投的灵。就安尼，恢复性阁无耐心的灵王，硬要甲公主嫁予另外一位灵。不过伫公主的心肝内，伊早就甲孤将军互相意爱，两人拢准备要结婚啊。一声，公主看因老爸遮坚持，口气阁遮歹，伊甲孤将军的代志，一个字都唔敢讲，只是慢慢都想袂到。公主甲孤将军互相意爱代志，竟然予灵王发现啊！恢复性的灵王无要听因的解说，一心干那想要甲孤将军赶走。公主唔甘孤将军，因决定对灵宫逃走出去，去陆地找一个无人熟悉因的所在生活。就安尼，公主甲孤将军去到陆地，因结婚，阁生囝，幸福快乐过了几冬。原本就是会当安尼平平安安过日子，想袂到讲东海灵王的下骹手人竟然发现啊！灵王，阮找到公主甲孤将军啊，因都住伫离咱无偌远的陆地，而且因生囡啊！你讲啥？孤将军有影是好大胆呢！行，咱今日去甲我的查某囝带转来。
哇，龙王去雷公圣地，掀起的波浪像山遐悬。伊带下骹手人找到公主甲孤将军一家伙啊。爸，你即马是咧创啥？大英因过绿地，世上着无辜的老百姓呢。查某囝，行，甲我同来。龙王，阮恁无，从今以后你袂当去接近我的查某囝。我要把你甲你的囡仔变成岛，孤单漂伫海上。龙王真正甲孤将军甲因的囡仔变成袂当震动的岛，佮命令下骹手人甲因撒去海中央，予因甲公主永远分开。公主看到家己的翁婿甲囡仔袂当震动，佮予人撒去愈来愈远的所在，啥物拢袂当做。这个时阵，艰苦伤心的公主为着会当继续看到孤将军，嘛期待有一天会当甲因的囡仔团圆。伊竟然甲家己变成青翠的南洋兵员，逐天守护陆地，卖予海鹰淹过。龙王想要甲阻挡，公主却早就已经变成兵员。龙王心内真后悔，不过一切拢无法度挽回啊。为着心爱的查某囝，龙王嘛离开灵宫，把家己变成南洋兵员边仔的山岭，永远伫查某囝的身躯边守护。孤将军伫海上一定感觉真孤单。是啊，虽然伊变成袂当震动的岛，但是伊对公主的感情有特别的能力，竟然予伊有能力会当去偷偷啊回头看伊心爱的公主。哇，孤将军有影真喜欢公主呢。是啊。公主原来真唔甘孤将军啊！宜兰人有一句话就讲：孤山那地无啊，阮宜兰就要落雨啊！这是啥物意思嘞？这是思念翁婿的公主送予孤将军的礼物哦。翁婿伫海上，无树啊，通食食，伊一定真无爽快。啊！我做一顶帽啊，予伊好啊。心爱的翁婿，我足想你的，搁有咱的囡仔，唔知恁过了安怎？无啊，做好，无啊，你爱好好甲顾将军做啥个，予伊免曝日头呢？啊，虎君你外头啊，你爱保重啊，我一定会思念你的。在你要艰苦的时阵，心爱的牵手也是想着我，做一顶帽仔给我。我真正是足想伊甲囡仔的呢。这顶云帽仔，就是公主唔甘孤将军伫海上风吹日晒，只要伊有闲，就会请云帽仔，甲这顶云帽仔戴予翁婿挡日头。宜兰人只要看到孤山岛上有一片那无爱云，就知影南洋兵员落雨啊，所以因才会讲孤山那地无啊，阮宜兰就要落雨啊。孤山那地无啊，阮宜兰就要落雨啊。虽然大家拢讲是孤地无啊，但是我感觉较像孤甲皮。这个孤山岛啊，虽然是伫宜兰的外海，不过对宜兰人来讲是真重要的陪伴呢。像伫冰原做事的做事人，看到孤山岛有云，就知影讲雨水要来啊。海上的讨海人出外掠鱼啊，嘛是靠孤山岛来判断天气敢有适合出海，阁有行船的方向哦。哇，大家看孤山岛，就会当知影方向甲天气，足牛的。阁有啊，有一挂宜兰人会到其他城市做工课、上课。那是伊是坐火车，火车要离开宜兰的时阵，不管你用什么角度看孤山岛，拢会改成这只孤在看你离开。火车驶向宜兰的时阵，只要对窗仔门外看到熟悉的孤山岛，就知影宜兰到啊，到厝啊。哦，不对啊，王阿叔，孤将军甲加巴兰公主的囡仔变作啥物岛啊？哦，伊变作和平岛，迄是伫家人的外海，离宜兰有较远哦。
哦，足可怜呢，离爸爸妈妈这么远，希望因有一天会当团圆。是啊，后界那是有机会，我再过来讲家人的故事给你听哦。好，多谢王阿叔。那是我有去宜兰，我嘛要好好啊看孤山岛，看孤将军敢有偷偷啊咧收水，阁有公主敢有继续哭。小朋友，那是恁有甲孤山岛翕相，欢迎寄来录录批箱，甲我分享哦。再会。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，喜欢小行星，这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小行星十集，你就通看到更加侪阮的故事，通到主持人看更加侪主持，万万袂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，哈哈哈哈。